介绍完如果说马上就请。欢乐满大厅，演员显其能，来到德云社，我叫朱火松。欢迎。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朋友们啊，心里太激动了，独自走上舞台，心里难免有些忐忑，隐隐约约感觉里边有人。您好。啊。这个。在这说相声呢，一个人表演，对，独自表演啊，挺好，还可以啊，一个独自表演，独自不是独自，那我都是一个人嘛，对，一个人演不好，不好演吧？哎，确实是有点难度，有点难度、啊，哎，这属于单口相声嘛，哦，您得合作伙伴呐，合作伙伴，他已经与世。与这个市就是与市场就是死了，不是没有，他就是死了。真是你嘴可是够毒的。不是，我也没法找啊。非常紧张，我自己走上去。您干什么呀？您这是我啊、嗯，我来这儿啊，没别的意思。您想，我就爱，我喜欢相声，爱相声，爱相声，我来这儿啊。节目哦，看看演员，可以呀。您贵姓啊？我朱鹤松。刚才我这四句这么优秀的掌声没听见。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朱鹤松啊。你就是朱鹤松。是我。可那个你了。不是，让我等一下。不是，您等会儿。让我等一下。等会儿呀，别停。你是给掏枪啊？你掏枪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？还朱鹤松啊？
不跟你分析价值观，别分析这个，我就觉得就是你老爷下一票，对，让我去冲冲喜，对，还得演出啊，对吧？你一开心呢，就把这个着火的事儿忘了，明白了，到那儿给他说点相声，哈哈一乐，我再给他冲冲，再给他喜喜，那得自己保护啊。用你，你干嘛呀？哪有这么没开头交给你的？这是临终关怀，你怎么临终关怀呀？用你啊，就我就你是该干嘛？该演出演出呢，您多废话呀！我接不接呀？接呀！我就靠这活儿活着呢。那你接这个活儿，你多废话！就我一个人，就你，你就会自己演的。我能，我还能跟好多人在一起，多少？什么叫多少啊？就是这一起就欢乐的人是吧？你是必须得去的哦。这你是首要的，你是最主要人物。灵魂领衔主演。对啊，他也不能光有你呀、啊，还得有点别人。其他艺术群组还得找呢。那还要什么呀？还要，跟你有关系啊？不是，您要说出来，要认识的人，咱们就方便了。咱们一车都一进去了嘛。那还省事儿啊！从我自己满马路找人来。对，这个我们还有点别人形式，您要能认识帮忙。张罗，没事，跟你说。哎，我们需要几个走私的人。不是你不通过这个喇叭，你再偷偷跟我说一遍。我们需要几个呀？走私的人。报警！报警干嘛呀？你走，你要找路什么？你这犯法呀！叨叨就叨叨叨叨那几个人。走私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走私你不知道，你是干这个的吗？我不是干这个的，我不是。我一直以为你是干这个。哎呦，你可别瞎说啊！我从来没有特工里边儿有什么好东西。演员就害怕做报告啊，太恶毒了。那是属于每位公民的义务。对，我们有小哈拉尼，可是到不了这水里边儿。来两个走钢丝的，对，你要不去，就来二十个，咱包一下。
对，这68都是干嘛的？一边34个买钢丝绳的。怎么钢丝啊？对呀、啊，两头是人拽的。这不能说是我这人呢，你家里人家有一个晾衣绳，走那个走不了啊。那倒没关系，专业。高空走，够我这34个人，他站在哪儿了？不站在这两边，站房檐上了。这从两房之间走过去，那我就从地上。那这34个人，你把我们的娃子给我踹坏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从房子上面跟过去，那些人站在墙外边站着。就是我冒昧啊，冒我不懂啊，能不能把这钢丝拴在两根柱子上？不行。不行，那不行。那上回两条鲜活的生命，生命能交给柱子吗？那是两条生命啊，朋友。钢丝无情，人有情啊。不是，我看这电视上都是拴柱子，那是电视，电视都是假的，别信那玩意儿。哦，其实他拴柱子之外是有人拽着的，必须得有人啊。这34个人，这个34个人掌握的是这个人的生命啊，这个34个人掌握的是这个人的生命啊。哎呦，那这个相对这34个人，这68个人不会在中间拔河吗？那不会，那不可能，拔不动拔。刚才来拔拔一会儿拔羊了。什么叫拔羊了？这羊了你不知道吗？就是羊了，就这几个老百姓吃饭。嗨，就是感冒发烧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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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就在墙边儿，说他怎么不养呢？受重伤不养了吗？真好，真是您这优秀，真是啊！一般人理解不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满门子太难找到了。这个70个人，七就得七三三十个人，七十个人少一点，一个人。谁拽着？一个人拽着，一个人，然后各部找一个走钢丝视频，往老爷跟前一放。这个负责拿手机，对，就便宜一点。那么我们看现场，70，那就70，70人，70人的加上的话就73个人。怀俩，怀俩，双胞胎呀，爷爷，我别给爷爷。那俩是什么呀？我电视带我姥姥和我姥爷，本出门溜。你带你姥姥和你姥，你姥姥和姥爷认识吗？认识。哎，你姥姥和姥爷怎么认识呢？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家庭。爱情价值高，不是生命诚可贵没有关系，但是他们的生命都不
墩子放他胸口上，旁边那人拿一大锤，八十。大锤不碎，那不气功胸口碎大石吗？那不是，就这个物理伤害吗？啊，就是胸口碎大石，有吗？有啊，这有。您想看几块石头？碎就碎几次吧。碎个三五次还不错。碎个三五次，那就得算不是人。十个人一次啊！我看人家有三四个人，人家就干了。不是你怎么还出来看看的话？三四个人就干了。不是，你说三四个人就干了，躺着一个砸一个，两个人搭石头，四个人。不是，躺着一个砸一个，搭着是俩人。你看看小人多版本，那是小毛石板，咱们这不是啊？你这是？咱是十二个人往上扛着这个泰山石。上面写着啥？泰山石敢当，摸着胸口上，啪就碎了，大，对，就碎了。是石头碎了还是人碎了？石头碎了，这厉害啊！对，这石正宗泰山石，泰山就是禁止挖掘泰山石了。我们不，禁止，你别了，禁止，别问了啊！我们不会真的。你们是不是拿米当茶饭？这就蛇好大过年，这就是你这嘴脸啊！什么大过年的？不是，它下面写着呢，泰山石敢当。但其实啊，它是泰山石，不敢当。不敢当。行吧，你自己弄行吗？行。这告诉人这个啊。30人，啊，现在103了吧？103，还差房子啊？再来五个我就弄好了。我再带来几个这个拐卖妇女的，那五个可吓着来了。怎么拐卖妇女现在要这货呀？年轻的也行。那您可真是，哎呦，还有妇女？那老爷们谁看呢？真的恶心啊！就是有那种一个人男的啊，穿着西服革履，小燕尾服都站那儿呢。旁边呢有一个大衣柜，然后现场找人，然后找这个姑娘啊，也甭管20多岁、30多岁、40多岁，就找这个女的啊，把这个女的推到箱子里边，然后把箱子关好了，一会儿啪，箱打开了，妇女没了。妹妹，魔术？哦，魔术，魔术啊！就这个魔术，这五个人行吗？这五个人呀、啊，也学一学，尽量。我们就你拐卖四个妇女，来四个妇女，一个拐卖的啊、哦，一个魔术师，里边出来四个女的，五个人，咱凑过去来当八将。没问题，这四个女的是就是他们四个毫无关系，还是四胞胎，还是一个双胞胎，一个双胞胎，还有一个三胞胎，一个人。因为他产生的费用不一样，你这儿的货源那么充足吗？我也得给你上头发上头上假油去。这能找着俩双胞胎的也好找啊，四个不认识的也好找，三胞胎就一个。对，我也是拿一个四胞胎。对呀、啊，四胞胎就来了四胞胎，我就看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。对，就没来出局，是不是？这四胞胎长得都像吗？还是说了一个人一个样？要一个人一个样，那他妈叫四胞胎吗？不是，我这头往那个一卵呀，有四胞胎都一卵呢。这个母亲这么伟大吗？像吗？这个父母，他们能是一个爹的吗？我要像的，我怕不像的你们厌我。四个人长相也还一模一样的吗？这可以这个吗？啊、嗯，个头呢是有高有矮，还是说这四个字老大？哎，还是说这肩膀啊？不是四个字的老大更高，老四更高，打，还是说老四这么高？哎，老三这么高？他们能一边高吗？那肯定不能，个头高是没有人的概念。我觉得你现在这个人干净就够多了。你还有心眼啊？就说你们说
要我要从大老小的，我喜欢大小个的，老大最高，老二四肢，老三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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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我也是挺骂的，我骂空调感觉我好像闲鱼越空调越好。这次到哪儿我这都是在那个空调越好，走巴洛克上我得多瞧两眼啊。还是现在有点差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大概这个费用准备看你演多长时间，一天是一天的价，哦，一个月是一个月的价，一块钱是一辈子的价，一辈子你去轮回是你去轮回。我们是新演出啊，我们老爷们儿都包二奶，怎么你们花还包一辈子的？干嘛呀？啊，我们临终宣布封印，这黄金接过你头，你去的六道这黄，这把我们拦着你们这包拘来了，我得问清楚。演一天就得了，演一天差不多就得了。演大人演一天的话，大概您得给20万。多少？你看这没见过钱的样子，小宋您照一照我们吧。20万。20万。疯了。20。108，找我要20万，行不起。我的天哪！前些日子我们姥爷找一个说评书的，一个人演完了，还给了60万呢。108人要20万，你拿一刀还当人了吗？我现在要一个人20万，是有点矫情了。就这类型的语言听不了，就是往外宅自个儿的话，我也不能
们那四个女的都在肚子里了。对，就是你最危险。我放心，我觉得你但凡被那女人就说出来，我们是罚钱的，知道吗？这话说一回罚多少？说一回就得罚一千万。把我们100元发成封钱，他这两个人，你们不是我，确实是我用不着这个。你看你老这是用不着，你到那演出了，你是演什么呢？你得说话聊天啊，我导演也喜欢你。一看哟，朱德刚来，哎呦，这个演员好啊，这东西还真齐整。哎呦，还有扇子呢，这扇子谁做的呀？我不知道。一千万没了。就这一句，我不知道啊，一千万。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呢？这还不教啊？这还不教啊？这机灵劲儿呢？老爷们，这多好回答，这烂的，这烂的谁做的？你们，我做的，多好。啊，这事儿谁做的？我做的。别老爷们跟我动手。包括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挣钱也不容易，所以赚。
是您先咱俩走路是你还有树叶什么的，然后当家外带了。不是您说您说其他干嘛呀？其他这个就好比小旗儿，这就是小旗儿。后边这帮人不得跟着你走吗？你是领队呀。啊，对对对。我看见他，我知道你在哪儿，别走丢了呀。我这头旗儿，哎，头旗儿，咱现在就奔着我们家走，没多远，咱溜溜大麦子走吧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到了你家以后啊，到那边规规矩矩的，千万别跟人瞎闹。对，对，我们家人好多都是暴脾气的，有时一生气呀、啊，真打了你的，我们还真看病去。这个事儿都不容易，而且我老爷一个人一个人跑的，他是最是非。我跑这儿工作呢，溜溜达达咱们到了吗？哦，咱们到了吗？哎，来来来，这溜溜达达到了。到了，我服了，看，来这来了，好，来吧来吧，我带你先见几个人，哎，有什么事你找他们几个啊。好，哎，张头，赵头，王头，对，马头，赵王马赵，哎，哦，嗨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儿找他们，好，找他们啊，啊，哥儿几个，打一下啊，别喊马了。行了，您这哪来这么一句黑话呀？这是哪黑话呀？这活可懂啊！啊，几位头啊，把着点儿，就看着我点儿，别让他马喽，就别让我跑喽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？这人心不脏，不都看过这个？人心不脏，举杯不沾黑话，就这个啊。我们说是这话吗？说什么？我跟他们交代点儿啊，我说哥几个把着点儿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哥几个一会儿他要上厕所了，你们把着点儿。别让我慢一点的，他要了万一不差怎么办呢？那就是一会儿有我的那四位大爷天天天负担了，我今天该过了，好吧？别让我马了，就别上马路，我离街边儿，我车多得撞了，明白了？对吗？哥几个，拔着点，别上马了。我呀，跟我们老爷顶一边，您先等一会儿啊，我们这都客气，规矩多一点，规矩多一点。老爷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去了这么长的日子呀？回老爷，我把说相声朱鹤松办着了。他呀，没在北京，在哈尔滨呢抢了两家银行。我追到宾馆，搜出两桶机关枪啊，还有一箱假钞票。老爷，您甭动刑了。他全招了，好厉害！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是。走吧，我们老爷禀报。我要但凡跟你去，我就是一个大傻瓜。怎么一个大傻瓜呀？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叫我把书店桌子给绊着了？哟，怎么了？耳朵穿稀了？这听的是什么呀？我说我和朱鹤松我们见着了。他没在北京，在北京了吗？没有。对呀，他到哈尔滨抢了两间银行。来哈尔滨的见你们同行。哦，我这是到宾馆。对呀，我说在洗浴碰见你的好兵吗？哦，那确实是不好。啊，搜出连锁机关枪，这里会放棒子枪，一箱的假钞票，还有手提包。啊，您别动情了，事儿办成了，全招了，全身烟了，我全听错了，这该死的耳朵，你们这眼睛真是有可能脑子不灵光了，没问题吧？是的，快见见吧，快见老爷，见老爷，真该死，见老爷，我们通报一声啊。朱鹤松觐见，这还喊唐威呀？什么叫唐威呀？好阴森，可怕！我们喊这个呀，就是告诉我们宅子大，告诉我们后台的好多人呐，朱鹤松来呀，想听相声都过来瞧瞧吧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告诉你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朱鹤松觐见。他们全要了。
他怎么还气得哗啦的我？我们旁边不有那个打麻将的啊？气得哗啦，气得哗啦，起牌的哦，赶一波儿的。我有点事儿多了，真是的，走道学什么倒字儿啊？你快快揪着我！若东今天为无，气得哗啦，气得哗啦。来，跪跪跪，跪了，这就跪了。来，跪，一万，记好了。大堂不入高垒，二堂不入海斗。好坏的鞋得我们自己买去。跪直了，他妈的！哎，为什么还动手动脚的打我的头啊？解释一下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为找您呢，我这大江南北跑了不少地儿，光鞋我都跑坏好几双。我们老爷偷我了，多一分钱没给我，我心里我也别扭啊，委屈，我也委屈呀、啊。对不，您放心，我呀，我骂的是他，你打的可是我的头。您还有点钱呢，您手里没事，去来啊，打我的头，我愿意。大堂不入高粱，二堂不入黑豆，好坏的鞋得我们自己买去。跪直了，他妈的！真爽！老爷，周鹤松带来了。一边待着去。是。这老爷是猴啊，这别拿我们老爷开玩笑啊，干嘛呢？这我们老爷眼神不好，他仔细瞧瞧你啊、哦、想看看我，看看是不是你。行，对不，你他看你，你也看看他，互相看看，互相看看。你是朱鹤松吗？是我。好大的胆子！老爷，您这说话都没头啊，这哪来这么一句呀？我们老爷捧你呢。啊，夸你呢，你写的好像给钱。给钱呢，捧你呢，你琢磨，我们老爷看看你，看看你，嘿，你小子厉害，你还敢看他？平时我们老爷看人的时候，别人不敢抬头。你敢？我们老爷说这行吗？好大的胆子呀！我应该的。他怎么夸你？你也得夸夸他呀！你胆子也不行！这不混蛋吗？这不说什么都不对。我们老爷这么说着夸你，你能怎么夸他了吗？我怎么说呀？你自己夸自己，就相当于捧他了。我怎么夸你？你就这样。胆子小的还能闹不到你这儿来，这不更混吗？这他喜欢的你有福气哦，就爱这话，哎，没问题，我还得来个好事呢。你是朱鹤松吗？是我。好大的胆子！胆子小的还能闹不到你来。你上过几次黄榜啊？您先等会儿吧，老爷。我都33岁，我上什么黄榜啊？我上黄榜了？你这岁数还上黄榜？你说的？现在怎么还有那个网站？对呀，你老是上几次黄榜了？我们老爷是问你，你开过几次专场了？你开过几次专场？我这耳朵是穿心了。你要说你开的多，他就有能耐了。正常现在十场二场没有了，今年保守就84场。今年82场，今年还有80场，半年都过来了啊。下午就82场，这小圆子肯定不演了吧？不是，你别拘束，我不能拘束，别拘束，你拘束就很难了。哦，数不胜数，自己现在这都没数了，有点这都没数了。对，哎，对，就这状态，哪都没数了。明白了，对，别拘束啊。
消音的字眼好不好？跟朋友们穿优酷的时候都穿不上去了。没人穿不上去，有你就上不去呀。光马爷爷，不是我这儿，我在这儿都听清楚了。我们老爷爷问你呀，捧过几次哏呢？我不就干这玩意儿吗？我捧过几次，我哪知道？太多了，反正一天最少一回吧。告诉他呀，告诉他一天最少一个，一天最少一个。对，哦，明白了。这有什么问题？你杀过几次人呢？一天最少一个。你是那头啊？我是哪头啊？我你说话有点找不着头了。我这康复训练来的。这些演出，啊，这帮人是不是你带来的？我是那领头羊啊。对呀，啊，出现什么问题我找谁呀？找我呀。演个出那钱给谁呀？给我呀。你是不是他们的头啊？那我是他们的头，我是。那你怎么不承认呢？我就承认，就是我。对呀，你告诉我是这头啊？我是这头。对呀。你是那头。我是那头。老爷问你这话屈不屈啊？我太屈了，我老爷。您这说一说话，这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贺松不明白呀。这玩意儿你屈什么呀？你屈了就显得我没给你钱，怎么我这还到屈不屈这来了呢？我们老爷说话又省略一点儿，哦，他那意思给你那些钱你屈吗？那我委屈吗？不委屈呀，啊。对，你不委屈，你说什么呀？你说我屈了干嘛呀？哦，你说我不委屈不屈呀，啊？不屈。对呀，啊，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听否定语嘛。那么就不屈。啊，对，你刚才不屈，啊，而且我们老爷人心一比较重，他一样可能还得问你了啊，怎么不屈？怎么不屈？你就告诉他情实不屈，啊，就这事儿确实不委屈。对了，啊，我老一高兴，我是来人呐，记住这时候了，你把你的钱金给撩出来，赏钱，赏钱了，那些赏你的钱的红包里都给你扔进大褂里，就扔这上了一千万，都给你了，那就撕拉一下就给撕喽，大褂钱你单给。给行吗？每人赔你个三套行吗？好好好好，行吗？咱们俩人来一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太好了，哎，我曲儿。罗松金剑擂舞，稀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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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堂不中高粱，二堂不中黑豆，好怪的鞋给我们自己买去，贵值的，他妈的！老爷，朱和松带来，一边带着，是。你是朱鹤松吗？是我。好大的胆子！胆子小也他妈大胆子！你上过几次黄榜啊？那都没数。你还杀过人啊？一天最少一个。你是那头？我就是那头。这话屈不屈？不屈。怎么不屈？行尸的不屈。来人呐！赏钱！枪毙！去你的！给大伙儿上一个春堂，给大伙儿。好。
乐队，我当了三只鸟，技术高，我32岁到当头，整容的国母得了这是很健好，我治好料子一真是好面，真是真大好兄弟，再见一见罗武新四天，咱是人家当家当朝当家，我们说当家叫当家的不家，大头咬我万般去的不行，这还真是个大好头，在一旁的老马一辈怒恼了Yeah.